Yeah.周兄，让那个是干米哈。没想到咱们又有缘相聚了。前辈，这位是小偷程明。妈，走吧，走吧，别碰我。傻吧唧的。走吧，再闹性命卡了你。妈。很久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一代不如一代喽。喂，你干啥？哇，阿旭你好狠心。阿旭，阿旭，把你的荷包给我。不给。咱们什么关系让我替你买单？那里面是谁？你希望里面是谁？你。你希望是谁，那就肯定不是谁咯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师傅，救命啊！属鸡的，动不了那就别吃饭了。去。